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今天呢，也出去不去了，在我家附近的这里，附近的小林子里转一转。这附近呢，很多的干巴菌，后面这些山上也有。很小，这点呢够塞牙缝。再找找，这个也是干巴菌，虽然有点小，但是稍微弄多一点就够吃。这里还有很多小的，小时候呢就这么一小点，然后长在上面。它这里也有很小的白色的，这个小小的，太小，也就是路边了。这是家后面的小树林啊，来这个家后面的小树林转转。水鸡枞，看下面的就是室友家的房子了，条面菌啊，我怀疑是蘑菇呢，是一个茶果，这个也是。这边还有母竹青，这里还有一朵，这也是荞麦菌。那朵坏掉了，这朵已经干掉了，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翻过了。这朵已经坏了。这里有红菇，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家附近的这个野生菌还是挺少的。现在呢，我们专门去找一下干巴菌，看能不能找回来。这种地方还会有蘑菇，很奇怪，这个蘑菇应该是幼年的松塔牛肝菌啊，有点像，但不是很确定，也有点像黑粉包牛肝菌。刚才那种长大了，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荞麦菌啊，荞麦菌，但是呢已经坏掉了，上面坏掉了，上面还有比较嫩的哈，嫩嫩的，很嫩啊。这块区域好多的荞麦菌啊，小黑标彩欧菌啊。这朵坏了，还有超大个的母竹青，
这个季节当然还有黄生生的这个，坏了，黄生生这个菌，我们叫小黄菌的这个，应该叫黄盖粉包牛肝菌啊，味道很普通啊，生虫了。热狗，好热的感觉。这里还有一朵这个我们叫的厚皮菌，但是不太好了。看，这个也是干巴菌啊。把泥拿掉，这附近就会出的。这个树林里很多蘑菇啊，红菇，还有一些坏掉的红菇。小黄菌很多，不太好吃啊，所以不要了。看这个松毛拱起来了，然后底下一大朵菌子。但是已经坏了，这是厚皮菌啊。不太好了，这都还可以。这朵也可以。这里还有很多坏掉的厚皮菌，这个应该是能吃的。这朵还好。那个也坏了。小小的红菇，还有这种凸起的树叶底下，看，我还以为是一个呢，原来是三个，哎呀，四个，不太好的厚皮菌啊，那里有一朵，这里有一朵，这朵还可以啊。家附近的树林还是挺密的。你那个位置啊，专门来看了这个窝子，还有出干巴菌，看和去年那朵有点像，而且牙齿也挺深，这就比较好清洗了。这个齿齿也可以吃，闻一闻非常香。这就是火炭菌，这里也有。这东西在我们这边是有人吃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吃啊，因为非常容易混淆。刚才我在这里就看到了很大一朵蘑菇，看一下是什么，看黄色那个。哎呀，黄菌，这里是一堆黄菌，怎么长这么肥的？但是全都生虫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到家了。
有人说要看家的无花果。其实这个无花果树挺大的，挺大的。看，今天呢就采这些，倒出来看一下。母猪青、红菇，各种红菇，还有干巴菌、水鸡枞、荞面菌，我们这还有厚皮菌，厚皮菌。我们家附近呢，这些菌的品种呢，大概就是这些，还有鸡枞啊。